FreeMMOStation.com.挖地三尺，也要给我找出山神石。山神石在他身上，给我请！你们是哪里来的强盗？少废话，吃我一炮！山神石！ 村子肯定出事了，赶紧回去看看。强盗，山神会惩罚你们的。住手！村长。 君臣去罢，我一直都是独来独往。
不知死活，让你见识一下！把山神石交出来，留你个全尸！ 天涯海角，我都要把山神石拿到手！村长老弟，四妹，小韩。 虽然我还不能回去，可总有一天，我会让你们冤仇得雪。人死不能复生，不要太过悲伤。勤加练习，才有机会报仇。